给高赞，打给好啊！哎，感谢咱谢局长哈！这半年来，其实伊关心咱大家社区的迄个里面哈。这半年来，伊已经一直伫高温伫讨论，要安怎来促进咱社区的资源的流通啊！啊，其实咱伫半年前就想要开始准备办一摆健康讲座活动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，我到啥？放在你三四个月就无法度。甲顶个月，甲顶礼拜正式第一场的迄个健康讲座，伫迄个大南新活动中心开始办。但是阮即摆已经决定吼，为11月、12月每礼拜拜六，阮拢会在咱迄个芦竹区大南新家办健康讲座的活动。啊，所以讲，我足感谢讲，今仔咱算南新里有一个。咱是足幸福的迄个社区啊吼，有咱谢局长吼，甲咱关心咱里面的健康啦，吼，真正嘛，再次的谢谢咱谢局长吼。那今仔日为着配合咱今仔即个健身活动，即嘛是为着大家健康吼，足好的活动，今仔个天气正好，所以讲我嘛希望讲，配合咱即届活动吼，阮协会，阮是迄个多功能辅助健康发展协会，那我们。特别组了一个五高好的共造网的，这个共造网就是要让咱大家五高，尤其三高啊，加糖尿病遐，吼，大家会当恢复伊个健康。所以过去伫个即差不多即两三个月来，有几个里面已经伫个咱个共造网吼个照顾个之下吼，已经恢复健康啦吼。啊，伊嘛足快咯，啊嘛会甲咱做见证分享。所以希望讲大家若有时间，每礼拜拜六。哈、哦，阮会阁公告一寡伫海报顶头，会予大家知。阮安怎伊到位办健康奖，我希望讲会当伫个即个区域啊，即个活动中心，哦，咱甲大家做一个健康讲座的推广。啊，今仔日我嘛特别为着咱大家来参加者、這、吼、個，阮今仔日有办一个迄、那个免钱哦，免费哦，啊，即一张去检查，一张也去，咱也家己自费哦，即健保不给付的哦。叫做胰岛素阻抗，就是要了解最近咱有一个迄个足有名的迄个政务官员，叫做李应元，吼、哦，伊就是胰脏癌过世，但是咱即摆要了解咱家己胰脏的健康状况，所以阮办一个迄个免费的胰岛素阻抗的检测，这张一张价值超800块，咱也家己去检测，这个检验所多伫南顺七街。南顺三街旭康，哎，旭康啦，旭康，旭康，旭康，吼，伫个咱南顺七街旭康，阮介有特约，啊，恁若摕，今仔日我有灯音啦，吼，来，我有大家看者吼，今仔日我只有灯音啦，吼，只要看到这个音啦，就是，拢去拢免钱，你甲抽一个费，啊，就会使离开啊，吼，啊，甲名签者，安尼就好啊，吼，啊，等下我麻烦大家吼，那来边也是领这个免费的迄个。检测的哈，把阮签一个名，电话留一下，安尼就会使，好无？哈，啊，等下希望讲，这个活动哦，这个免费检测活动对大家的健康，大家拢有帮助，哈、哦。